这种海鲜特别多，都是现杀的。对，就因为都是好的。你点了吗？我点了，我点了鲫鱼虾，应该是一条一只，就是那个肉紧实到，行、嗯。我吃的龙虾。你看我一个手表的，拿表给你。江鲜陈皮牛肉饼是牛肉里混合的那个陈皮。点呗，我没有吃。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吧。啊。这道菜就是用那种脆藕，然后上面是那个南乳和腐乳去炒出来的，非常好吃。就上汤都看你们点的，我觉得那个桂花山药做的很好。话好多，我们不太听。好，对，来，我打算，我先给我的兄弟们，咱们两兄弟，非常，好，我给你尝尝，非常美。这是你要的，帮他制作一下吧。热的吗？对，这是菠萝油，它就是，它是火星的，它是菠萝油。这菠萝油的温度融化这个黄油，然后就会吃到很奇妙的口感。哇，这什么特长啊？真正的吃货是不会在任何一个事情上浪费时间，包括扒虾。你看，你看，虾线还在这儿。黑松露。到底是啥呀？一种昂贵且美妙的食材。我吃不习惯黑松露，我觉得像什么食物烧焦了的味道。好喝，很清淡。小红书。